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白，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玩我们的 Dragon and the Dungeon 2. It's really danger 呀、yeah. ！我们呢，今天要来去抓蜜蜂，没错，我们在记上一回我们的任务呢还没有完成哈。我们呢现在要抓黄金蜂，搭配我们的钻石蜂，我们就可以生出我们的传说中的远古蜂。远古蜂呢就会我们无限生产玉髓。So let's go， 走吧，我们要去抓蜜蜂嘛，所以我基本上东西都带在身上了，我们就不用再额外再多做整理。然后这东西居然还没被我拆掉，我真是觉得我真的是太有耐心了啊！哎，对哈，为什么我在家里附近会有那个、啊？哎哎哎啊 ！OK OK， 难怪挖不掉。这个东西不要，我到底要每一次要在家里面拆几次这个东西，真的是哦。那个讲台是可以留着的，我们之后拿去村庄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那个什么，就是让那个村民稍微帮我们交换一下任务，还交换一下那个附魔书。反正之后我们还要再做一只蜜蜂，叫做那个叫什么绿宝石蜂嘛，所以我们还会用到它。我们先不要，哎呦，那个都起飞了，嗨。精英欸，天哪，你是可怕的精英，还会放怪小怪打我。Oh baby, oh baby， 但是你忘了一件重要的事，我是伟大的。哎呦，他怎么掉那么多东西啦？手镯，幸运手镯欸，我记得幸运手镯，如果说你要把它变成永久的话，只要塞一颗玉髓方块就好了。这个留着，之后我们有无限玉髓，基本上我们就用得到了。这个都两，欸，他都掉两倍欸。空中速决，在空中的采决速度不受影响，然后还有强力一，强力变成二，晕眩有机会让目标晕眩，这个也很重要。OK， 留着，谢谢他来，他给这两本都超级好用，哎，都超级好用，是我很喜欢的那一种。蜜蜂们，哦，晚钟，不对啊，这里就有很多蜜蜂，但是我怎么看不到蜜蜂啊？有了，蓝蓝的这个吧。有啦，就是你啦，抓一只 ，OK， 它叫什么？马顺 B， 马顺 B， 听起来怎么好像在骂人？马顺 B 是什么？那个某种车子的那个车牌吗？车牌的品牌吗？也太难听了吧！这肯定卖不掉那个车子。避风有抓嘛？石英风在这，石英要去地狱，所以我们慢一点去。然后史绿宝石蜂嘛，对不对？用史莱姆，所以史莱姆就是在史莱姆蜂窝这里，它会出现在沼泽生态域，所以史莱姆单独一个蜂窝，哎，所以它应该一定在这里。对，我很坚信，除非我去拿那个定位器，蜜蜂定位器去找它，它可能今天没有出来，但是我应该能够找到它的蜂巢。好，我去拿一下蜜蜂定位器。有了，找到了。等一下，黏住了。这里史莱姆蜂，史莱姆，你是谁？你是灰色采矿蜂，看到了，绿色的，我的绿宝石。对我来讲，我的眼前它就是我的绿宝石。完了，它飞走了。哟，哈哈哈，自投罗网，谢谢史莱姆蜂一只。这个到底是什么？这个好烦哦，这个，哎呦，挡路。啊，我可以回家了。我们去抓石英蜂。我觉得石英蜂应该超难抓的，应该会花上我一辈子的时间在抓那只可爱的小蜜蜂。我们几乎这两个系列都在抓蜜蜂，哎，好快乐哦！我最喜欢抓蜜蜂了。然后抓蜜蜂之后，我就可以无限了，无敌。Welcome to the hill， 这里附近没有蜜蜂，没有蜂巢。有蜂巢的话，其实都有机会有蜜蜂啦。就有了，侦测到一个三。一百多，好，跟着他走，冻住，不许走，没有用欸，那直接砍欸，嘿嘿，应该用这个砍才对，这比较痛，哎呦，死，看一下啊。你也是来打我的，我看你是想死哦。有了这个东西之后，可以拿来做什么？哦，中介水晶、腐败玉髓锭、密药配方。那，欸，可以养蜜蜂吗？
有中介，有那个吧，有中介蜂吧，不是中介蜂，那个叫什么？会产这个蜜蜂的人，蜜蜂之类的。而且我发现这边侦测完全侦测不到蜜蜂蜂巢，好怪哦！这个附近好像从来就没有过蜂巢一样。Ouch！这里是石英大部分的那个什么所在地，但是完完全全没有，完完全全没有玉髓，不吧？完完全全没有蜂巢，我们可能要先离开这了。幽灵蜂，抓一只好了，抓一只带回家。第一次看到透明透明的幽灵蜂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在有了哦，石英蜂，天哪！我要回家了，瞬移 ，perfect， 石英蜂配他了 ，OK， 来，你跟他去爱爱，有了小的黄金蜂，然后把黄金蜂拿去长大，催生，嘟嘟嘟嘟，有了，然后这个金蜂以及我们的钻石蜂，再来一个爱的。爱的爱的蹭蹭，给我过来，给我 过来，小东西，有了，远古蜂就是你了，传说中的远古蜜蜂，它好黑哦，它好像黑的像煤炭，我们再把它丢进去里面让它长大啊。好，那还有最后一个是钻石跟我们的史莱姆蜂，看一下啊。这个是钻石嘛？看一下，钻石 diamond， 钻石精灵，钻石蜂跟精灵怎么长那么像？钻石蜂可以跟史莱姆蜂生成为绿宝石蜂，而绿宝石蜂呢就可以帮忙生产绿宝石。这是我的想法啦，对，这是我的想法，但应该没有错。好，那可是它这样子可以马上交配吗？它应该需要一段时间吧？对吧？应该是需要一段休息时间吧，总不可能生完又可以生吧？应该是不行吧？这还在长大，不然我们给它放出来看看好，应该是不能生，我觉得应该是没办法生。看一下，不行啦，要等一下啦。哎，不行吧？应该是不行。对啊，钻石蜂不吃啦，它才刚生完，不行啦。有了。远古蜂，可是它名字怎么叫 ANCIENT？ 我放出来看一下。对啊，它是远古蜂没错，它都叫远古蜂啊。有啦有啦，应该是没有错啦。只不过远古蜂它的条件是，它要如果要就是要让它就是采集的话，它需要用到一整块的玉髓，所以我们的玉髓数量可能不太够，我们可能要自己再去多挖一点玉髓。那我就先挖一个家，然后给我们的那个给我们的那个远古蜂住，先来挖一个洞，挖一个小家家 ，OK， 有了远古蜂，哎呀，我好宝贝你哦，天哪、啊，你是我的发财的小蜜蜂嘞，哎呦，可爱可爱可爱，好了，钻石应该也差不多可以交配了吧，应该差不多了吧。过那么久了，应该可以，好吧？我们再来试试看。可是史莱姆也被我按了一下、欸，您试试看喽。是的的的，啊，还没，钻石好久、哦，哎呦，又要等一波了啦。来吧 ，OK， 再等下一波，好久、哦、啊，再试一次。等等，有了有了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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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绿宝石蜂，哎、欸，不对，绿宝石蜂，哎、欸，绿宝你啦，有了绿宝石蜂，我的发财的小宝贝啊，来来来，来给你住啊，高级的哦。好了，绿宝石蜂的话，应该是吃一整颗绿宝石，所以我这个天才家里面一定会有非常天才的绿宝石，只要我眼睛不要把坨，我应该还是可以、欸、找得到啦。我还有好多颗绿宝石砖呢、欸。其实汪汪也给我超多绿宝石，不过我想要让绿宝石无限量产，所以我必须
使用它。然后呢，那个远古风也有了嘛，那就等于说我再下去挖个几个玉髓，应该就可以用的哦。但是玉髓，我记得我有我几颗玉髓，我之前有下去挖过，所以找找看，地狱。玉髓有三十，哎，实际上只有十七个，十七个搭配这里二十个，好像凑不出什么哎，看一下哦。金锭的话有好几好很多啦，金锭超多的，可是看一下，这样子可以做几个玉髓？五个，这样做五颗，五颗哦。够哎、欸，好少，箱子里面也没了，所以五颗、六七八九还需要四个，四个的话需要再挖十六个玉髓锭，十六个，好吧，那就是下一回冒险的故事了。希望我的玉髓能够成功茁壮出来。好了，下一回我们就出去探险吧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。希望下次见面的时候我的病已经好了。